看我的吧，保证给你中五块三。我说的抽这个就抽这个，五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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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毛，五毛，老板，给我两包螺蛳吧，再打点玉米面。 这螺丝可扣着了，给你尝尝。我再瞅你吧，保证能中五回。上一把吃我看错了，应该是挨着他的这一张。五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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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中五毛。哎，你看四儿不用中了，我给你手机瞧到了吧，老板，给我来瓶你喝的汽水。又中五毛，你小子准真好。我给你拿。哎，给你二蛋。 我有喝，又钱吧你喝？那这个是用我的钱送的。刚才是中的小螺丝吧，真是的。老板，你们吃点泡面给你们，我去玩。哎，这二蛋是不是少抽一把奖啊？小哥，我们开张了呀！安娜，你给他这啥呀？跟石头一样，上当了！老板，老板，我刚才这有两个大白梨，你看给多少钱？ 二蛋，你当我傻呀？这明明是鸭梨，你说白梨呀？这都给你五毛钱，那么大才给五毛钱啊？那行吧，五毛也不少了，我先吃个糖僧肉哈。嗯，老板真好吃，我还想吃，我再来个口水鸡吧。 咋了？二蛋，你都吃了三毛了，还要别的吗？哎，老板，那别吃呢，给我拿两毛钱包包糖。那行吧，我给你拿。来，二蛋，一毛两个，要啥口味的自己挑吧。那我一样拿一个吧，拿个柠檬的，拿个西瓜的，拿个蓝莓的。 那个草莓的，走了，老板。哎，二蛋，拿我几个？穿那么快干啥？不看好吃吗？喂，二蛋，你给他这啥呀？跟石头一样，上当了。